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我跟你说，在过去的7年里边，每一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来你们家门口。你信吗？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昨天小暖特意跟我说，希望我回来陪他吃饭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没有说。今天你又在这儿。 小暖，等很久了吧？别嘟着嘴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，一会儿你就不生气了，嗯？上次我们一起去海洋馆的时候啊，你说如果能找到一只像我这样的小乌龟就好了，所以我就找到了这只。 你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？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就由他来陪着你。怎么了？南希，我们分手吧。小暖，你又在跟我胡闹了，对不对？南希，我没有在跟你胡闹，我是说认真的。 你胡说！南希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为什么要分手呢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不可能，小暖，我不要和你分开，我不会轻易和你分手的。 安排我的生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从我的世界消失。原来是今天，怪不得小暖跟我说他不想一个人待着。 我跟你一样，在过去的7年里边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他跟我分手的原因是什么。他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公司里边也出了一些事情，等一下你好好陪他。张南贤。 你既然知道今天对小暖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你还来找他，这样他不会更伤心吗？所以我拜托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以后每年的这一天，麻烦你不要再来找他，我会陪着小暖。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很庆幸今天我来了，因为我知道了一个事情。 原来每一年的今天，不只有我一个人会心疼。小暖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嗯。
回来了。我刚刚见到战南星了。原来吧，我去准备了晚餐。小暖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两个早就……姐，都过去了。真的过去了吗？如果过去了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过去了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哭？我知道你说这些话都是安慰我。当年如果不是我……当年已经过去了。姐，我今天真的只是公司有点事，心情不大好。晚餐在桌上，我先去睡了。小暖，胆小鬼！南琴，南琴。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小暖，thank you.